作为一种为实战而生的极限射击技术，快反射击是不是占据绝对的战场优势呢？在我的右手边是经过了数月快反射击训练的特战队员，而左手边是没有经过快反射击训练的队员。接下来他们将对同一组随机出现的目标进行射击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快反射击究竟有怎样的威力。通过比较，我们发现快反组的射击速度比普通组平均快了0.5秒，而0.5秒在实战中足以决定生死。那么快反射击究竟比普通射击快在哪里呢？快反射击是省去了找准心缺口的时间，在瞄准上，它在击发上省去了第一道火的溢压时间，所以它能快出这2.5到1秒钟，这就实现了战场环境中的一个先敌开火、敌情主导、一招制敌的效果。